谁家的枝头鸟儿成双对，蝴蝶翩翩飞，夜色独饮浊酒只剩一杯，燕子多不来怀，我只等月色在皎洁抹去眼眶那一滴泪。会等枯树生出芽，开出新的花，等着阳光刺破黑暗，第一缕朝霞。我会等一场雨落下，把回忆都冲刷，再与你一起去看外面世界到底多大。成长太快，离开更快，似梦。我未似从前幼稚，我在找天生意义。我发现凡的做口红啊真是很有一手，之前买的好几支口红不都用完了吗？还好他们啊又上新了。咱就是一个没抵抗得住啊，负负收入囊中。今天呢就给大家浅浅来试个色。我挑的是雅诗兰黛的人物小金管699号色颤栗正红，这个系列是新上市的。我看了一眼啊，居然有59种颜色。它是这种六面炫金的外观，360度无死角，将高级感跟奢华感狠狠拉满。高级上还有雅诗兰黛独有的老花 logo， 哇，简直美到我心坎里了。我超爱它的人物质地，哑光的触感真的跟丝绒一样绵密又顺滑。你们看啊，我嘴最近其实还蛮干的，但是涂上它完全不会拔干起皮，就很润。我看了一下，是因为这一次新品他们添加了三重植物精粹，能够很好的给唇部锁住水分，就算是唇部状态不太好的姐妹啊也可以放心大胆涂。它薄涂上嘴就是一个很显气色的红调，哇，超显白，真的很适合上班通勤。厚涂就是很浓郁的蓝调正红，一整个气场全开，就跟叠 buff 似的，我现在一整个就充满了底气跟自信。Je veux bien me taire et lui plaire, et c'est tout. Oh, shit.